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人生有生老病死、爱别离等八苦，如果有愿力修苦恨，以后有什么小神通、什么事，到哪里都知道，因为有内心的般若智慧，自己有所觉，自己能够做得了主。什么叫做学佛？就学自己做主。学自己做主就是情绪控制得住，哎，情绪控制得住。要想情绪控制得住，你一定要体认万法没有一样是真的，都是缘起的假象，这样子来体悟才有办法。如果不能跟空无相相应，我告诉你，你所有的忍辱都是片短暂啊，片刻的功夫而已啊。当你与空相应，了解缘起无自性，一切法无我，彻底的跟毕竟空相应，你所得到的智慧就是永恒啊，即一切相，离一切相。这不但是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，也是我们修养的最高指导原则。两个人太好了，就一定会出事，一定会吵架。哎，两个人太离得太远了，你渡不了他。像我们如果离众生太远，我们渡不了众生。解得太近了，是非多。无论是修行，无论是修养，通通要用这四个字，叫做不急不离。哎，愿因结善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。